弟啊，你要去哪？我把你的贝贝放好了，你要去哪？把棉被铺好，快点，你给打啦。弟啊，你要去哪？我去睡觉啦。我把你的被被放好了，你要去哪？小弟啊，你在干嘛？我睡觉啦。把棉被铺好，快点，你被给打啦。很有事。是在哈喽，哎，小弟，不背饭哈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！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